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飞。给我炸鸡杀了这样，记得我有整杀了啦。今天我们挑战做下柳沙拉，走起！准备三条青瓜，将头和尾给切平，然后把青瓜削成青瓜皮。不喜欢这样削皮的，可以直接切片再切丝。我们把青瓜切成一条这样子薄薄的皮，这个青瓜就是不要了，因为它影响口感。可是臣妾做不到啊！青瓜一字排开，这样叠起来，把青瓜切成丝。青瓜切丝完成，放一旁备用。准备好青瓜丝、五条蟹柳跟沙拉酱。先把蟹柳均匀的撕开成一条一条，两样一起把它搅拌的均匀。最后我们放上一点沙拉酱，把它搅拌均匀。然后我们煎一点鱼子，大功告成。今天的蟹子沙拉就做好了，喜欢的朋友记得点赞关注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